老铁们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颗红心刺柏，直干的红心刺柏。这棵树呢，我之前作品里面也发过，是安徽一位老师让给我的，是一棵扭曲的啊，水线扭曲的，是一个水线扭曲的砖。下面的粗度呢，应该在25公分啊。根盘也非常漂亮，根盘非常漂亮啊。今年呢，我请我们如皋一个王老师啊，给我把条扭了一下啊，把这条扭了一下。后续呢，准备切成8房米，也细穿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